小心点，兄弟，这镜片透明有没有裂缝？我们要好好的保管。啊，那还用说？这块新的玻璃镜片会让你灯塔的光变得更亮。哇！而且对着镜片看，还会看到好笑的傻瓜脸呢。快点把镜片搬上车吧。现在把它送到岛上去，快快快点！不可以快了，我会很平稳的慢慢开，我的镜片才不会破掉。我的那些原木冒烟了，要把车停下来。刹车杆卡住了。火车停不下来，我需要帮助。好啊，我们来扑灭原木的烟吧。不过要先把火车停下来。好计划，毛毛。小丽，用侧边爪抓住火车，再踩刹车让火车停下来。这是我第一次抓住火车哎。呼！好，踩刹车。来喷水吧！啊，水枪车出动！救得好，汪汪队！小事一件啦，不用客气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的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